熬夜等于慢性自杀？晚睡有哪些具体的健康危害？根据维基百科资料指出，今世世界纪录中，人类最长可达264.4小时不睡，相当于11天又25分钟。不过事实上，熬夜对大脑会产生永久性的伤害，长期睡眠不足更会造成下列危机：一、记忆力缺失；二、容易情绪化；三、免疫系统低下，易感冒；四、增加糖尿病风险；五、性欲减退；六、注意力难以集中；七、意外风险提升；八、易罹患心血管疾病；九、体重增加；十、平衡感变差。看完后，你也想要戒掉熬夜的坏习惯了吗？试试看：一、给前一天早睡10分钟；二、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；三、睡前不使用3C电子产品；四、关掉卧室里的任何光源。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，才能维持健康，远离疾病缠身哦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。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